这不是自嗨模式，你们都在，我这是群嗨行不行？好嗨吗？我刚刚就干了一下午，就把那个口红给跳到牙齿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但月下三五行五九嗨翻天，还有514陪我们的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然后尬尬我今天下午啊，然后是4点钟，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过来，来个机车女夜店趴。你也叫子牙，咱俩啥关系？可能2017年我就不是单身狗了，我可能跟你是双生，对吧？给大家跳一个那个 See Me to Sleep 啊，然后宝宝们，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勾勾麦序上所有主播的直播通知，非常之感谢。
到咱九九三官频的宝宝们，哈喽大家好，这是九九三，看跳舞就来九九三，然后全网记专业又研制的舞蹈频道，欢迎所有的帅哥美女，让大家预约一下咱514母亲节陪妈妈尬尬舞，然后咱每天12点的五星舞群嗨翻天，都约一下，么么哒，谢谢。你是不是魔鬼了？你是魔鬼？那我就是女神，好吗？好的，那给大家选一下咱下一个曲子跳什么啊，宝宝们？对，大家不要急哈。你一个道士都看到流水了，你知道从前有个道士跑到尼姑庵里去，他是干什么的吗？他不是去找尼姑的，他是去相亲的，你懂吗？小黑榜，宝宝们，感谢这个花叉哥哥。但是由于我那个黑榜没有粉笔，所以我还是用我的眉笔写了一下咱今天的曲目。大家就是在公屏上扣一个123或者321啊，宝宝们。来，啊，被我那个牛奶给压着了。你们选一下啊，主播你是不是伯牙与子期的结合？如果我是伯牙的话，我希望你是子期，我希望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如果我是一匹千里马的话，我希望你是我的伯乐，好吗？好了，在公屏上进一下文字啊，宝宝，来，3、2、1，预备，恭喜我们子飞宇哥哥跳 Excuse Me， 是不是？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子牙有点喘。哎呦，我拒收消息了是吧？好了，现在我可以看到你们说话了。高跟我不穿高跟的，来吧，跳舞了哈，跳舞了哈，大鱼预约下咱93，然后勾一下主播直播通知，谢谢，麦序上都勾一下，谢谢。
着呢。不要打了！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啊？不要，我不看公屏了哈！不要，不，我不看公屏了，真讨厌，真是的，不准打，不准打。我是不会看公屏的，哼，太过分了，你们是干嘛呢？还坐了这个时间自己给大家跳舞，我不看了，我跳舞，大家就是约一下咱五行五秀嗨翻天啊，不准刷笑尿，我会笑的，大家不准，不不不，大家约一下咱五行五秀嗨翻天，还有这个五幺四陪妈妈嘎嘎舞。我们的妈妈很辛苦，特别特别辛苦，养育之恩什么那个叫什么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，更别说是妈妈的养育之恩了，是不是？大家就是今天是514嘛，母亲节嘛，还记得给妈妈发一个感谢啊。然后的话约一下咱953，我有点累啊，你们还打哈哈干什么呀哈、啊、大家约一下，约一下哦，没时间跳舞了，等一下主播所有的主播的直播通知啊，谢谢。那么下面就是到我们的尬舞环节，邀请我的搭档这个小凤九宝宝，他在公屏上打一个色色的表情好吗？我不笑了，想逗我，讨厌。你怎么不出来，凤九宝宝？对，你出来一下。好了，不要带节奏了，真是。小心，等一下管理大大长龙宝宝，等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真的，那个凤九宝宝，你不出来啊？你们是不是要逼我？讨厌，非要逼我。凤九宝宝，你接一下妈啊！你就是我已经连你了，然后你同意一下，大家不要刷笑尿。不过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哎哎哎，好了哈，够了哈，哥哥们真的不要在公屏上打哈哈了，咱943跳舞的频道，我是个跳舞主播，不是一个搞笑主播，好不好？虽然我长得是有点搞笑。凤九宝贝，你接一下吗？你。过去一秒，那个100秒时间了，真的，妈呀，这个下场好恐怖！我不放背景音，哎呀天哪！好了哈，怎么了？禁止游客使用，我不知道。那个凤九。你没有收到，那我再发了一次，我已经又发了一次。宝宝没事，那大家也反正也大家也开心了。然后尬舞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放一个曲子，然后你先来吧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刚确实是没看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我刚那个挡了，我一直在看到那公屏。这个下面这首歌，哎，你先跳吧。这曲不好，这个吧。
西啊，就这个吧。好吧，妈。记得。关注啊，然后付宝宝刚刚就是不好意思。